问你买的有没有问题吗？有没有买过？有买过吗？有买过吗？没有。这次没买过才买的。有没有问题？我跟你们不会买的，来来。我对这边讲哦，你算新人客啦，新客人，新人哦，又来三工，赶紧来，你们会的，我一定会来，一百名啊！来，来，开啊！来，开了，开了，好，该来买偌济？买包来，等你好，该来买五包。来，过来，大家，来三工，来，过来，来啊，来来。啊、你后街来买五包。好嘞，这个两包啦。好嘞。有钱无啊？一包煮啊卖啦，包煮啊卖啦。今日无卖着呢。有啦。干卖着。你无来煮卖啥个？是哦。这干卖正干卖啊，细粒的又去煮卖，干卖啥？这细粒这无包边了，这等于炒菜了，炒粿也好来，炒粿也好，啃鸡也好。叫来哦，不能介绍啦，这干卖这。一百块钱哎呀，哎呦，我边个钱吃哦？四百块，两个人无啊，阿表买袂啊？四百啊？三五，三百五，三百啊？一年啊，两个人三百块。像被你那天带一箱，哦，信分现在有顶了一个便当店，现在顶了一个便当店。信分，你知道拿来做便当用的吗？三百，五百哦，我不会两百了，我不好了，我回来，不好了。信封你是要拿来做便当用的吗？不是啊，虾子，这个菜还有几斤了？还有几斤了？北京来吗？不是哦，哇，你要自己吃哦，那么多。现在一台三千，哦，卧佛跳墙，下巴熊家去，我以为嘛，这样子，哦。你要佛跳成订单？两千，贵点起来，两千，两百贵，两千起来，两千五，两千六，两千来，贵起来，千二，两千六，再可以乖，两千五啊，再可以乖，现在是两千五呀，两千六，全部千七千五了，千五，千六啊，现在多少钱？再给你做了，我鱼，千五啊，千，我鱼哎。我他说付费以后不一定有，对啊，所以你赶快拿，对不对？你来我啊，你哪个位？千八了，1800，千五了了，哇，快，真快，哈哈哈哈哈，我没会，因为你想笑，我叫没会，叫没会。你家那边领钱啊？买啊，无钱咩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这钱几块哦？八百，现在八百了喂，八百，多少钱？你也卖五百？哈哈哈哈哈！笑，也不便宜，也不便宜，好不好？这钱八百了，700，800啦！五百啦！靠腰，你真正无挂的吗？我系用那个包包的。这个怎么弄哦？你回去皮弄掉，切一切，煎一煎，然后不要抹盐，用煎的，然后煎完以后撒一点胡椒盐就好了。不要抹盐煎哦，不要抹盐下去煎哦。你就是先煎完以后，
再撒一点胡椒盐，这样就 OK 了。而且加这两块，这是赵朝进来。这怎么谁教我的？敦煌教我的。敦煌教我的。现在别多下来，别多下来。要再点地方弄，就等于卖手盐，乖乖，弄出来盐最好，金鸡啊，金烧金，金盐最啊，卖手盐，金盐最好，金烧金啊，他都用鸡，要求写下来，而且就把它左上南干干面东西啦，等会十块钱的，要写下来，不写，把面包了，包下来，包了，包下来，包吧，包了，包了，一块钱，买大鱼一百块，包我，一百块。比平常那个还大嘞，对啊，看就知道了啊，这只要我你看几啊，包下来，这一只至少200，快300，200多，那比平常那个还大只。你确定？你看就知影唔拉对不？这么个高呢？你车上下款鸟，我为什么说鸟呢？变猪啊！这明仔二时间无可能来到，我今来，我现在明仔来到个系了。
我小孩去啊。这真正在看知影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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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怕人都退退對，明天再讓人退了。啊，有一隻蛋了，還給我包了，來吧，這都對有人會回去退，要這摸不到，還好嘞，對啊，慢慢收收收收，不行，家宅沒要滴，家宅沒要滴，家宅沒有一個人帶頭，无人带头讲我卖哦，无就无去啊。有一人带头讲卖，就真无啊。没带人，龙姐没带无。志华，阿个看见还没带人，转播，转播，五百六，转播，看两箱，五百六，这是几条？三箱哦，我跟你讲，五百六，没带人啊。三九十八对啊，这样也无这样玩意，一百六，够位啊，知道，这几年你不对，快几年了，哦，三九六几，一百零啊，一年啊，三九十八，那好玩哎，三九十八。一杯无到一块诶，我有一块，一杯无一四零一块，我一角啊，一块诶。气笑。别啦，你拢省出来。各家，你有过来？这人家诶，百六，帮人家百六，你帮我讲，百六，人家帮我啦。大家我，大家白手拢买两百啦，是啦。帮我讲，百六，够好卖。叫你来你搞到十点钟，我们搞八，搞八千，八百六，七百千，五百六了，五百六，十点钟还五百千，你搞得快啊，五百，十点500万啊，500万，来，赚不起钱，500万，来，来个钱，哎，有钱块，哎，有钱块来过来，对啦，中度啦，我喜欢啦，你别不听，再来，一包钱，真不有钱，一包钱，弄来，一包钱，一百六。你包了包了，你包了包，咱不要钱等于，哎呦，包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包完哦，不会，刘姐姐，刘姐姐来，谁给我走了？老贝来啦，拜托贝。刚好没。你去冲啊！你我包来，而且一箱我包，我包来。什么啦？我爸来啊！我爸来接我吧。你接我爸啦，接我爸笑哟，怪我爸不能喂。我爸来喂你的。你还在看啦？我爸，我前面不是有我爸笑的吗？哎。做钱。我始终那个搞钱去欠钱啊。你看我搞钱欠钱太啊，啊。好的，你来来，你两个自己来来。我在家了，看。
哎，比平常我加多地呢。啊，你加多地呢，拜托。这时间无安尼，伊就买位啊！我大龙帅哥面子有卖啊，但是个帅气面孔。你那个相，来拍戏。一起来。拜拜。不会的嘛，是不是啊？葡萄比冰箱是加差不多三分之一。然后就个黑来过啦。现在这个比冰箱是加三分之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进来，我包进来。哪里签的？五百。再来一下，我包。说话纸是最简单的，要说话纸很简单，要说话有技巧比较难。说话纸每个人都会啊，很简单啊。看到一个人，然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这应该不要，你先吃先吃，这样很直啊。”哎呦，你的面那从来这聊，你是不会保养哦，这说话很直。再给进来。他说话纸很简单啊。我好像已经很都不要顾别人的感受，直接乱讲话就好了。来，我来，过来。欧姨啊，欧姨，欧姨来。欧姨来。欧姨多少年？大家在哪？这欧姨多少年啊？欧姨多少年来？那说，我可以示范一下，如果我当房仲，然后说话时。你要当房仲，我买厝，我买。嗯啊，说话时。啊！你买不了，你是无钱哦。无钱就是无钱嘛，唔使哦。啊，无钱，我出来看厝。啊，无钱，我出来看厝。四两去两张来，四两去我来，两台，五百六来，一百，进来啦。够腰嘞。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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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？干啥？买十点，唔要钱买十点咩？钱点解？真系千块钱，你到底请几人？请几人？你上好讲五万。再来七人，几人请？千块钱，到底请啦？到底请啦？先系千块钱。那个，我多看咩呀？就我多看两千块钱。真系贵，我真系千块块啊！我多看就我多看就是了，我看咩？我不多看，千块一下就起来，大哥，几人先请来？我一下十台千五，千六，十台千个，十台千。我得过吧？一七，你今天考试哦，考完两科了。我得过爸爸哟。考完两科应该心情很差吧？我爸我是一下，我爸六，我得过爸先，我都看你爸哟，我爸都看你哟。剩一科就可以回家了。我爸，完了，老师来。你不行，各位喂，这个六百，你给我吧，哎呦，六百，你给我吧，哎呦，来，你不行啊，回来，快过来，快回来啦，别看等呀，等呀，走啊，走啊，不走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你要走啦。别再发火了，别再发火了。还没断是八两万呀！以前还没断是八万。是吧？三四万弄好。哎呀，我再跟你也吵起来了。哎呀，到时哎呀，大过年你弄你了。三四万。哎呀，弄你，哎呀，再走啊！哎呀，再走啊！你莫再弄，再走啊！三箱一包。后面那个三箱白带鱼，一千一百块，一百块卖掉了。废话，当然卖掉啊。
四丁枣。我到这今天我去过去了。混了两包，我去扛。你今仔载两车来？对啊。你今仔是故意带浪的啦？我还是蛮辛苦的，那这样子。你看，不带的，你不对呀？那三排就是你带的，五排。你是一手，你是一车发，你是发还是一车带袂咯？我伊，那我拄在带来啊。蹲呐，蹲我们摆四个班啊，一车个三个班俩。哦。这个500块。这个不，这个很便宜。我钱就往里头去了，我这肯定，我不会买，也起码得我这钱。我买就够了。八百，七百，你要不要？这个没有。七八万，对。七百。七百了。哎，小姐，哎呀，天。我一件可以丢，一件老的了。那个，你不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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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